真的好爱你，所以我们分手吧。陆一既然这么喜欢淑芬，她能成为我的大嫂的话，那不就太完美了吗？没办法想象，在我身边，我真的不想放弃。在公司里，你是我的上司，除此之外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如果你赢了，我就陪你去找宋波波。但如果我赢了，你就离开公司，不准再回来。一言为定。每周日晚间9:30，TVBS 欢乐台必胜练习生。